放心吧，许公子，我师出名门，一定能引起他注意。谁说要引起他的注意啊？我是要给他点惩罚。哦，对对对，惩罚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快快快快！动了，动了。快一点啊！喂喂喂，你们两个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喂喂，你别着急啊，我来帮你啊！完了完了，要出人命了！你哎哎哎，我帮你咬断，帮你咬断。太刺激了！公子，光天化日这不好吧？还圆上来了！让我去，我去，干嘛呢？薇薇没事吧？快快快去！薇薇，薇薇，没事吧？哎，你起来！哎呀，都出血了！我，薇薇，我看看。你走开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听说了吗？这次是割腕，割腕，对，千真万确。